今天把发动机装上来了啊，还把这前面这方向盘这些啊全部做好了。刚刚试了一下啊，感觉还可以啊，还没有做油门，那个没有油门拉线，不知道这个发动机动力怎么样啊。做好过后啊，到下面去试一下。这个车子坐的有点小啊，看看开的话刚好，像我坐起来那脚哎，啊，把座位上好，这脚反到这里了，不好操作。看看的话刚好。好了，今天就先不做了啊，下班了，腰酸背痛的。